空气好了，我都觉得政府推出多项的措施，令一般空气质素最高改善了三成有多，路边空气质素亦改善近三成。环保署在2014年逐步淘汰80000多架老旧柴油商业车，到依家已经淘汰了超过40000多架了。香港仲是亚洲首个强制远洋船泊岸转用低流柴油的港口添。我都觉得空气清新了，人都健康一点，一起努力改善香港空气质素了。